大家好，我是多伦多金牌地产经纪团队犀牛团队的地产经纪助理。我今天带大家看一个位于 downtown Union Station 附近一室一厅带车位的一个 condo。 那这个 condo 呢，带车位还不到60万，但是它管理费呢也比较低，才400多块钱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房子的格局。好，下面我们一进门就看到这个左手边呢是一个洗衣机和烘干机，右手边呢是一个简易的衣架，然后再往里呢，这是一个小的进门的一个衣橱，左手边呢是卫生间。我们看到卫生间都是全新装修的，非常高级哈，这个镜子。我们试着按一下啊，这个灯都是可以换的，换颜色的啊，很漂亮。这是洗手间的墙，这是洗手间的都是新装的卫浴的设施。出来以后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厨房和客厅。我们看到厨房的台面还有水龙头都是新装修的。我们看到整个客厅它的这个窗户非常的大，非常的敞亮。好，我们凑近来看，这边有一个可以说小小的一个蛋，可以作为一个工作台。蛋的旁边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，花园还有流水。然后呢，从客厅这边直接就可以进来阳台里面。这个阳台呢还是很宽敞的，可以适合坐着聊天啊，吃个饭呢什么的。那么下面我们去他的 master bedroom 看一下，这个是他的主卧。我们看到主卧的房间呢也是很宽敞，窗户也很亮很大。然后呢，这是有一个主卧的衣橱，里面有私人物品，我就不打开了。好了，这就是这个房子的基本情况。